Please enjoy it.反正我的客户吃东西就会很安心了、啊，我是强调这一点啊，然后我会鼓励他们来看我们的果园。这个是十天至十五天会开花，开一批花。开花是三月三十会开第一批花，两个月之后会开始采果，所以大概五月底开始采果，采到大概下个月十一月份，每年的大概十月二十会开最后一批花，这个是它的最后一批花，这个不管你什么时候种，第一批花都是三月底，啊，最后一批花都是十月二十。开花，一般草生栽培，像最近比较流行的都是像种一些像马齿苋啊、银翼草这些单草向的啊。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自然草向，自然草向，我们是觉得说自然草向的话，它的有机的那个多样性会比较多一点。火龙果的营养价值，火龙果的话，因为它有红色的啊，它不管白肉红肉，它都有那个皮啊。最主要那个红色的来源就是那个甜菜红素。甜菜红素一般就大家会认为那是比较说类似抗氧化的东西啦。其实欧美什么都有一些研究，其实这个都算是不错的一个营养素。